SUV、国产、神车，这三个关键字合在一起，您会想到什么？相信绝大多数老司机一定会想到长城旗下的哈弗 H 六，毕竟这款车真的是太受欢迎了。但是今天小编要说的是新一代国产神车众泰 T 七百，众泰 T 七百尊享型，裸车只要12.98万，和哈弗 H 六相比，有着更高的颜值、更大的空间，内饰也甩 H 六几条街。小编相信，过不了多久 ，H 六的霸主地位即将岌岌可危。近日，一位河南的小伙就提了这辆神车，成为河南首位购买众泰 T 七百的车主。王先生与女友在新车面前合影，他表示，他之所以选择众泰 T 七百，是因为 T 七百有更大的空间，可以干更多的事儿，并且 T 七百的原创度比较高，你开出去，别人不会说你是山寨车，而且车头车尾整体很有线条感，很有运动感，这些都是年轻人喜欢的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众泰 T 七百。其实想补充王先生一点，就是众泰 T 七百的内饰绝对是这个价位的超级亮点。看过车的朋友打开车门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，这个内饰难道不是十万级别的？众泰 T 七百的内饰绝对算得上豪华，中控一个超大的触摸显示屏，再加上全液晶仪表盘，最关键的是还配有360度全影像技术，这个可是同级别车不可能有的。发动机和路虎捷豹一样，换挡自动升起，发动机舱也很规整，看上去还真不像是国产车，油耗9.3升左右，很合理。看牌面，这款车很有可能抢夺 H6 的霸主地位，长城可要加把劲儿。